水收敛火呀！哎呀，哎你住！钢锯锯个包羊的，心里摇着鱼。你看，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啊，现在连气候都变了。师父，您走好。他们常说，念佛吃素，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善知识、善心的人，因为他们的慈悲才有圆满的功德。对。如果一般平民百姓，因为他们周围环境的关系而不能好好的念佛，那他们岂不是很难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宏愿了？那也不一定啊。念佛修行是靠个人的心境，而不是受环境所限制。只要持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无论身在何处，做什么事情，恶境、恶相、恶人或者是恶业破坏，念佛功德可超胜一切，不但不会被破坏，而且还会自在往生呢。人生一世，举凡贫穷、疾病，终有灾难、恶缘、逆境，甚至一切是非成败、恩怨情仇等苦，究其根源，一言以蔽之啊，即是业深障重、福薄慧浅也。请老和尚开示，既然我们业障这么深重，岂非一定堕恶道受福，没有机会出离了？大劫当前，危难莫测，纵定业难转，亦可仗佛力往生西方而出苦海。殿下，咱们净土祖师莲池大师有一段发愿文是这么写的：即受西方安乐国，皆引众生大导师。我今发愿，愿往生，唯愿慈悲开摄受啊！祖师劝勉我们要时时谨记着：人生如梦，世事若幻，健康百年，幸福一世，瞬息便逝，转眼成空。若不往生，尚在轮回；若能往生，这未来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呀，从此断除永无生老病死之重苦，与弥陀同证无量寿命、无量光明、无量慈悲、无量智慧、无量神通啊！师父，只念一句阿弥陀佛，会有如此大的功效吗？念佛当然有专，起心动念
皆想阿弥陀佛，想西方境界，想弥陀的教化，念念佛号之中，声声皆忏悔呀，忏悔自身业重无轻，障身未浅，所作罪垢无量无边，愿佛力加倍，使我速障自除，善根增长。好行人，只要心诚，就有求必应的了。谢谢师父教导。今天我给你讲一个念佛人虽遭恶人破坏阻挠，临命中念佛照样往生的故事，希望能给你一个启发，一个信心。好啊好啊，谢谢师父。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我小的时候，同样是这样一个冬天，在四川省吉兔同县。话说在自强镇住着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多年没有生子。这对夫妇是以卖菜为生的。买菜，买个大白菜，毛多少钱啊？给什么？白菜有几斤？一共是要什么呀？哎，买菜嘞！来两斤。要吧，挺好的。哎，买了买了，新鲜的大白菜啊！哎，买了买了，瞧一瞧，看一看啊！要吧，老夫人，你看。老婆嘞。老夫人，我们今天买点什么呢？好啊，老夫人，老板，老板娘，你们好啊！哎呀，刘夫人，太客气了。哎，刘夫人啊，我早同你讲过，别老板贱啊，老板好唔叫啊，叫老蔡噶啦，蔡天贵。系啊，老夫人，我们条仔咧做得都系小生意，你咁样老板娘娘叫我哋咧，真系唔好意思嘅。你叫我连咧就得噶啦。哎呀。生意仔都是生意的嘛，叫声老板都不过分啫。好了好了，我就叫你做莲香了。哎呀，老夫人，你真太客气了。要不是你常来关照我哋啊，我这当生意仔啊都做唔上啦。哎呀，咩说话啊？真系啦，好似你咁样虔心念佛嘅人咧，真系好难得噶。除咗屋企个个都食素之外咧，仲经常送啲送菜去寺庙度供养啲出家师傅，真系羡慕死人啦。哎呀，边度系啊？睇你两夫妻，你一句我一句，夫唱妇随的，人哋羡慕你哋之系啊！老夫人啊，老夫人，唔怕同你讲啦，我家呢只鸡啊，什么都好啦，哎，佢就系就是不会下蛋呐。哎，你看你看，我死人咁嘅样啊！我话咧，你得要话老夫人虔诚拜佛吃素。修心啊！系我咧，个粗人，我再点学都比唔到老夫人噶啦。我是知啦，老板啊，食素念佛系不分贵贱的，只要心诚，人人都得到，既可以消灾解难，仲可以延年益寿添。真系噶，系真嘅。念佛不知几多好处，神两句系讲唔晒嘅。得啦，以后我再慢慢同你讲啦，好吗？好啊，好啊。哎呀，好啦，好啦，得啦。我哋阻住咗老夫人好多时间噶啦。哦，系喎。对啊。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老夫人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嘢？今天呢，再过来一点啊。走啦。老夫人，慢走啊。好。来来来来。哎。太开心啦。春梅啊，这么巧，你也来上香了？是啊，你都系嚟拜佛噶？我
不是，我呀是陪老夫人来听法师开示的。听法师开示？嗯。在哪里啊？就在那边。来，我带你去看看。就在那儿，你看见了吗？人命不长，而佛说的更透彻。佛说，人命在呼吸之间，一啖气，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撒手人间了。死后没有一件东西能带得去，唯有业随身。恩爱夫妻从此阴阳两隔，人生在世如同电石火花一样，一眨眼就过去了。何不趁着还没衰老，尚无病苦，抖擞身心，放下世事，有一天的时间就念一天的佛，有一时的闲工夫就修一时的敬业，倒是由他命中我净土的资粮早已经预先办妥，往生的前程已经妥当了。更何况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愿愿都得度脱烦恼无名生死众生，无论贤圣凡愚乖贱，包括三恶道众生，都可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本愿力待业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往生的实力铁证如山，不容置疑。念佛往生之广大利益甚深难信，除非达到佛果境地，否则无法究竟了之。要知道念佛的人消灾延寿，而命中往生，正大涅槃，究竟成佛。今日我可以领悟到食素念佛的功德，你都是托你老人家的福啊。哪里是啊，是你自己的福分而已，这是我们有缘啊，要不然怎么我们怎么可以一起听闻佛法呢？希望我们还可以一起修持。但是我没读过书的，我看不明白佛经怎么办呢？没关系的，修持啊有很多种，你可以从食素念佛开始修持修持啊。吃素呢就是修持修身，念佛后就是修心，将三身心修好了，就会法喜充满，智慧也会增长啊。有朝一日必能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啊。虽然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只要老老实实的吃素念佛，总有一天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对不对？是啊，蔡嫂，其实啊，你现在比一般人早咗开悟噶啦，真是难得难得啊！好了，我们一起走，一齐同心发愿。往生净土。天贵，你在家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呢。怎么样？你这个样子在家啊？你笑什么呀？你别管，我有件喜事要告诉你。喜事儿？哼，怪不得你嬉皮笑脸的。你唔喺度干什么呢？做咩咁嘅直播嘛？唔系边系啫，这个比捡到金银财宝还要可贵。哼，除咗金银财宝嘅事，其他嘢我都冇兴趣。咁是关我的事呢？啊？你？你要早死啦？呸！都咁多年了。要有早就有了，这又不是，那又不是，你喜从何来嘛？今天我在寺庙里听见别人劝说，说平时吃素，老是念一句佛号，可以到一个名叫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方去。西方？嗯。什么？这也算喜事？神经病！
幸贵，那可是很难得可贵的喜事儿。如果要是我们吃素面包，哎，等，是木的呀？啊，什么吃素啊？你可别跟我在这瞎扯啊！我啊，还要发大财吗？还要住大房子呢？还要吃尽这世界上山珍海味？要吃素？神经病啊你！你咋赞成我吃素念佛的吗？我给你什么时候说过？在老夫人面前呀！你不是说要我学像老夫人那样吃素念佛、修修心？我是记得很清楚。嗨，这要是奉承的话，我得买什么菜呢？当然希望越多人吃素，我的生意越好的嘛。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明白？就算是我误解了，但试一下也无妨的嘛。我跟你说啊，别人家吃什么我们不管，但是我们家必须得吃肉。如果没话呢，我们不会这么高兴了。好了好了，你不吃就算了。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吃素了。嗯，不行，你是我老婆，你就得听我的了。啊，不要像一般人那样迷信，有谁上当受骗呢？有谁见佛了？啊，你呀，小心上当受骗。哎，再讲啊，我们两口子用一口来煮饭嘛，如果要吃素的话，那么我们还得两口来煮，几咁麻烦啊！哎呀，你放心啦，我知点做噶啦，唔会影响你噶。我告诉你啊，反正我就是要吃肉，家里我当老婆就得给我做肉吃。天贵耶！你给我听清楚啲啊！我要吃肉。天贵。哎，查来了！什么？你老婆要你吃素念佛呀？咩话？老婆吃素啊？好啊，老弟，你是厉害极了！真好啦！如果你没事儿，再下掺和点面食的嘛。都仲未系，不过佢真系好认真噶。哎呀，好地地食咩素先得噶？咪就迷信咯。唉。讲乜嘢？食素念佛，可以上天堂。唔系，系上西天啊！哎呀，反正咧就是说死咗之后咧，可以顺仙咁我。呢样我都听说过。我老婆呢份人啊，实在太老实啦，又冇读过咩书，乡下人一个好容易受骗嘛。我说，听我话咧，这个唔系，还仲要种钱啊？喂，不会吧？我跟他吃素也没什么不好啊。城里很多人都吃素的。哎呀，我说你没脑筋吧，就是没脑筋。吃素那是有钱人的玩意儿，可是他们吃惯山珍海味、香火滚滚口味，有的呢。有啲人呢，是吃得太多，个身太重，怕死了之后咧，飞上天。所以呢，吃些个青菜、豆腐什么的，比较舒服，好飞上天呢。哎，还真有这回事啊！啊！老大，老大，别理他。咱们言归正传啊。你呢？是一家之主嚟噶嘛？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攞出啲做龙兵嘅威严。说不准吃素，那就不准吃素。啊，他要敢违抗啊，你就收了条佢咯。什么？老三，你要休息啊？休息更省钱啊！嘿，丁，可以。咁样唔系几好啩？为咗呢件事就将我老婆休咗喎。阿莲香跟咗我咁多年啦，佢冇功劳，我亦都有苦劳啊！啊啊！我只是唔想佢太迷信啦，所以才想办法阻止佢啊！对呀，这蔡嫂可是乡里出名的贤惠。再说，人家吃素又不是什么过失，你要叫人休息，这太过分了！哎哎哎！我只不过是说溜了嘴啊！嘿，老三啊，你可千万当真的啊！哎呀，算了，边个不知道有靓仔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今天找你来啊，就是知道有仔仔多啊！吓，帮我谂条仔仔嚟好嘛？吓，搞破坏嘛？我最知叻啦，只不过啊，而家肚空空咁，谂唔到计嘅。行，哎，小二，来，快点啊！要吃什么？哎，
有咩好食嘅？食得未？即管攞晒出嚟。哦，有有，我将啲梳子俾你哋食。蔡嫂，蔡嫂，你做乜嘢啊？老夫人系你啊？你系咪嚟买菜噶？你究竟做乜嘢啫？话俾我知啦。那天我听咗法师嘅开示，同埋你嘅教诲，就决定诚心吃素念佛。几好啊！谁知道我的丈夫不但反对，还存心破坏。有这个事啊？天贵，快过来吃饭了。啊，快点吃饭吧。你在做咩啫？快点坐嚟吃饭啦。今日的酒真香啊！哎，你试试。天贵，你太过分了。哎呀，李娘香啊，冇乜所谓啦，只系啖啫嘛，啊？哎，今日食唔到素咧，唔紧要噶，啊？我哋第日再食素得咯。嚟嚟嚟，哎，听话啊！哎，呢个猪油，这猪油真系特别香嘅，你就尝一口啊！嚟嚟嚟，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啊！我冇呃你嘅喎。哼。我没骗你吧，好不好吃？嘿，这就对了。来来，吃条鱼添啊！嘿，吃条鱼。条鱼。你真是太过分了。哎，我没骗你啊，好吃啊。你瞧，对啊，对啊，你看。帮我斟杯水啊！哦。放在一边。放在度啦。天贵，你怎么这样呢？唉，你食都食咗啦，还讲咁多做咩啫？唉，反正你每天都要俾我食啦，啊，不也是一样上满七天吗？告诉你啊，像我这样每天吃肉的人，他没罪啊；像你这样每天给我做肉吃的人，他才有罪呢。哎，食啦，吃吧吃吧，别想那么多了。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和丈夫之间如果因为吃素的问题都造成两个人心中充满了怨恨而伤害了彼此的感情，那又何苦呢？与其伤心，都不如放下。放下？老夫人，您的意思是指你丈夫不让你吃素，那就随他吧。他不让你念佛，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念了，朝也念，暮也念，心里念，坐也念，只要心中有佛，一心向善，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起任何的恶念，这就是所说的心诚则灵啊。哎，卖菜了，卖菜了。
虫子。大姐有点大，挺好的，很新鲜的。哎，老杨，罗老板，今天的菊花特别大，是啊是啊。来看看啊，这儿了这儿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菜挺好。南无阿弥陀佛。别笑了，你病了？没有啊，没有。你这一个人在装什么呢？有吗？啊，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去。就买一些烧肉了吧。哎，好，那我现在就去了。你在这看着摊子。哦。哎，李娜，别笑啊，给他买了些早饭来，我好啊。好啊，好。南无阿弥陀佛。哎呀，姐，睇你菜啊，几新鲜噶。多少钱啊？哦，1蚊几一斤噶。南无阿弥陀佛。吃饭啦？食饭啦，仲食烟？嗯？过嚟啦，我连酒都帮你热埋啦。你啲菜咧？咪就系呢啲咯。你唔食素啦？咁咪几好啦嘛？啊？两夫妻过日子过得好地地嘅，食咩素啫？家家啲仇人咁，几冇人啊？嚟整多架啦吓！我叫好老婆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回来啦！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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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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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哼！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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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把这个女的做了，赶快动我！这条鱼怎么可以放在这儿呢？老爷，这些鱼是你的吗？哎呀，是啊，给我收了吧。嗯，这种骚生生的还没死呢。哎，新鲜些好食噶嘛，咁先值钱噶。但可是你不觉得我残忍的吗？残忍，我都死得吃太残忍了。哎呀，你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哎，张小官，你要我理那鱼嘞，你不要我理他们了。哎呀，一天卖成呢，我还那么多货呀！哎，那李哥，你心呢？你不如帮我买晒啲鱼啊！嘿，好啊，我买。啊，多谢晒啦！嘿，有毛病，有毛病，哎呀，来喝茶，来来来，哎，走，哎，老蔡，老蔡呀，有事啊？有事啊？还不是因为雷龙事儿？你洗了？啊？关我老婆什么事啊？哎，你跟他走路？哎，你肯定误解了，我跟你老婆可没什么事啊。只不过今日佢咧，我买咗鱼，然后咧，然后怎么了？然后咪放生晒啲鱼咯。啊？你把老婆放生晒啊？关你什么事儿啊？有此理，有此理，简直太过荒唐了。讨厌，还诅咒我不得好报呢，气死我了！还仲以为食素被我鬼仔记咗，估唔到仲有呢一招，边个招啊？念佛呀，早有念，晚有念，做生意还在念，做饭也在念，可连睡觉都在念呢，没这么夸张嘛？就是这么夸张，所以我才咁烦啫嘛。你唔系想连佢念佛都制止埋啊嘛？讲得正事啱嘛？那乜嘢啊？你将念佛都平晒埋啦？你以为我冇谂过咩？啊？可是行唔通噶嘛？你想谂下？这念佛了，他随时随地都会灵感。嗯，都讲得啱嘅，讲得啱啊。所以嘛，我先急住揾你啊，帮我谂条仔仔啫嘛。这样嘢，小二，来了，来了，来了，有啦。你老婆识诵念佛做善事，无非就想上西天啫嘛。
你等佢做多啲坏事，等佢做罪，即系咁样，佢咪脸唔实啦。系喎，要佢做坏事，点解佢做唔到善人咯？做唔到善人咯？咁佢就冇资格火啦嘛，唔罚啊嘛，绝咧，真系绝咧。吓，我用咩鬼仔咧，先至叫佢做坏事啊？你想杀人？系啊，系烂开啦！我未做过呢样嘢嘅喎，恐怕一回生两回熟啫嘛。呢啲咁嘅小事，边度问得到你老弟啊？老一教的方法虽然可靠，但是如果你说要万无一失的话呢，要问清楚一点才行。好，就这样吧。哎，我孙子和尚。阿弥陀佛，施主有什么事吗？哎，小和尚，你师父在哪里啊？对不起施主，我师父出了去。你哋嗰老人家有咩事啊？哦，又咁啱嘅。啊，算算算。师傅唔喺度，问下头都应该得噶。反正都是出家人啫，应该都识噶。对。系啊。小和尚，我想仔啊，来来来。哦，我问你吓。啊。即系咁。如果有人做错事嘅话，就算系点样再吃素念佛，死咗之后咧，系咪一样都唔会上西天噶？也不是的，佛经上有记载，若是众生造了种种罪业，在临终前以至诚恳切的心忏悔念佛，一样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做错了错事，念几句佛就可以上天去啊？啊？你连想都不想就答我哈？你分明在吹牛嘛！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呀！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不能不相信佛陀说的话呀！哪有这么便宜的啊？我睇你条僆仔啊，年纪年纪轻轻咁，十岁就做咗个和尚啊你！问你都晒气啊！得得得，我走啦！阿弥陀佛。攞根菜，来点萝卜吧，攞根菜，多少钱一斤啊？谢谢啊，来点萝卜吧，来点萝卜吧，谢谢啊，来点，来点，来点，哎，不好意思啊，今天生意我们不错啊，喂，不搞错呀，错事儿，哎，有什么事儿？喜事，什么喜事啊？到底什么事儿啊？这菜。咱们就不卖了啊！这生意不做了，今天不做，明天不做，往后都不做了。那咱们以后吃什么呀？我跟你说，我带来几个店，一看你就知道。上哪去？哎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哎哎，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走。哎呀，哎，你问那么多干嘛？干什么呀，仔仔？我给你看点东西啊，来，进来进来。哎哎来来，来睇下，瞧瞧。天贵啊，咁即咁咁咩回事啫？你听下，你睇下呢度啲猪啦嘛，全部都系我哋嘅猪啊！我哋嘅猪啊，系啊，是啊，哎我同你讲啊，我咧就将菜档咧卖咗噶啦，我啲钱咧系攞嚟卖嘅啲猪。你打算改行养猪咩？猪啊！我呀。不但要养猪，嘿嘿，我还要杀猪，都还卖猪肉，杀猪卖猪肉，天贵爷，你，哎呀，你乜嘢咧？啊，你以后跟我屠场啊？屠场？我去干啥呀？猪干啥？哼，
你不去帮我摁个猪腿，咁我点杀猪啊？我唔去。哎，对对对，要不你来，要不你来。哎，哎，秋秋，哎呀，使乜惊啊？哎，冇惊冇惊，你可以做嘢噶，而家继续玩啦。嚟啊嚟啊！哎，老刘，点啊？放生啦嘛？啊，咁都几快手啊你啊！哎，攞赶进市场啊！哎呀，啊！哎，今次轮到我啦，该我啦，该我啦，赶紧要到市场去了。哎，这里呢，就是土场来的啦，也真是汤猪的地方来的。我们的新生活啊，就要开始喽。我不做的。做咩啊？哎，过来，过来，过嚟啦！过来，啊！你不帮我，谁敢帮我啊？天贵，天贵，我真的做不了这种事，我真的不行。我和你搞没关系的啊，慢慢你就习惯了。还了吗？去。天贵，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没事的，啊，不就是杀猪吗？慢慢的，你就习惯了啊，你肯定会习惯的。再走不得了，没事，没事啊，过来，过来，过来，哎，杨军，不行啊，你快要搞了，哎呦，哎，你住我。摁住了，别动啊！哎，告诉你们，这杀猪的没罪，这按猪讲的可是有罪的。施主，关于你的遭遇我都略知一二啊。你既然已经发愿立定决心今生要了断生死，愿见阿弥陀佛，而现在你的遭遇正是考验你的信心和决心。你丈夫处处为难你，对你的障碍，这是一种逆增上缘，只要你不放弃，弥陀悉知悉见，功夫绝不会白费的。可是他现在变本加厉的，天天逼着我做杀业，仲说杀猪的没罪，暗猪的那个人才有罪呢。这正是一个大好机缘啊！畜生人同样有佛性，
同样可以往生成佛。阿弥陀佛发48愿，第一愿就说了，是我的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的悲愿就是特别为度三恶道众生而发的。那我不是能又继续做杀业了吗？畜生和人类虽然体型不同，但知觉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你要记得，为那些可怜的猪做三皈依，替他们念佛忏悔，再念往生咒，愿弥陀慈悲接引他们往生西方。记住，精诚所至，一定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的。财嫂啊，法师讲得啱啊，第日咧一定要按照法师嘅教诲去做，努力修行啊。吓，谢谢法师。走了啊。明星啊，来，按住啊，感觉。这老细真系过分，佢自己唔信佛咪罢咯，居然用啲咁卑鄙嘅方法嚟阻止佢老婆修佛，真系罪恶深重。系啊，阿弥陀佛48愿，其中第18愿说：请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道，永生我国，来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饥饿之人依靠10念亦可往生啊！师父，故事发展到呢度，肯定有下文嘅，系咪？请师父继续同我讲故事啊，好唔好？好，多谢师父。话说太嫂跟随丈夫改行之后，老蔡都冇再听到妻子嘅念佛声啦。从此。诸遭残杀的嚎声替代了妻子的念佛声了。蔡天贵得意这一招的灵验，每次杀猪都让妻子按住猪的脚，就这样又过了3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香，来来来，干活了，注意了啊！来，来，摁住了，感觉哥啊，感觉啊。出去你也听啊！哦，马上来好了，撵地饭。哎，天贵啊！啊，丽月姐。哦，你马上撵地饭回来。啊，就别耽误我了。哦，哎。亲人，我们真诚来通知你，3天之后，
我们将跟随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你回家。那个是什么人？我早就知道你们对我来索命，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有这一日的了。求求你们，虽然杀你们并不是我的意愿，但是你们确实死在我手上，这个因果报应我早就应该记得了。你再等三天，你们现在就可以要我的命。善心人，你别误会，我们都是因为你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哋又怎么会要你的命呢？那是因为你念佛的功德圆满，阿弥陀佛要接引你到西方净土去了。这么多年来，我日日都为度杀生，死在我手上的猪动辄都要给手，我所造罪孽深重，哪会有什么功德呀？善心人，你可记得每一次我们被杀时你做了些什么吗？猪啊猪，我实在是救不了你了，只有在你临死之前帮你念佛，祈求阿弥陀佛早日把你接往净土去。喂，老婆，这猪就嚟死啦，你还跟他嘀咕什么呢？啊，来，赶快把猪推过来，我跟住。摁住了啊，我又痛了啊。只要在心灵念佛，一直令到我们断气为止。因为有你的照念，我们得到弥陀的牵引，同生到西方净土去了。今天你已修成正果，莲花台上早已留名了，快去准备准备吧。三天之后，我们将随阿弥陀佛以及众菩萨来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听鬼，没钱了。起来了，雷三奶。听鬼，你的衣服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春天的在上头，冬天的衣服在下头，你穿的时候千万别搞错了。这些衣服我也穿不着了，送给对面的李嫂吧。哎呦，李天相，这西边水怎么是凉的呢？啊？这哪一个？你说我头皮都起啊！你又不知道我用冷水洗米的吗？哼，丁卷能搞活去？好，是我不对。哎，
你看啊，你不要丢路喎，时候都唔早啦，赶快吃饭啦，吃完饭啦，我哋仲要去屠场噶嘛。你看，你唔好丢路喎，时候都唔早啦，赶紧吃饭，吃完饭啦，我哋仲要屠场做嘢噶。我不去了。啊？什么？你不去了？那谁来帮我？我今天不去了，明天也不去了，以后啊，永远也不用去了。赶快过来吃饭吧。快过来吃饭呢，来啊！哎呀，你搞什么呀你？天贵啊，你以后也不要再杀生了。因为我就要回家了。回家？回哪个家？你父母都已经不在世了，况且你正娘家也没人了，除了这儿，你哪还有家呀？我老实告诉你，我要回家了，不是你说的家，我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什么？你想要去死？每个人呢，就是存心太坏了。我本来想做一个吃素念佛的人。你却不让我去吃素，不吃素念佛也好啊。你又让我帮你去杀猪，而且每次还要说杀猪的没罪，按猪脚的有罪，那就是存心不让我去念佛。哎，你，我见你坏得不行，还不知道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坏事，所以一直不当着你的面念出声音。这几年我一直在心里念佛，我按住每一头猪脚的时候。都在心里祈求，直到猪断气为止。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几年经我手按的每一头猪，都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了感谢我给他们念佛，三天后他们要跟随阿弥陀佛一道来迎接我，回西方极乐世界。哎呦喂！哎呀，你听啊，你听啊，这是什么天方夜谭啊？这连畜生都能够往生啊？啊，唔系啊嘛，我睇你咧神经有啲唔正常点啊？哎，喂，这咪发烧啊？发烧啊？烧坏了啊？你接着说呀。我说的都是实话。妈呀！得了吧你！哎，你说别人我不知道啊。这书你又搞不清楚啊！平时啊，我杀猪，你也按住佢只脚。猪脚，哎，这我像你这样的恶人，还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骗鬼呗！天鬼，你信就信，不信也罢。三天后我就要走了，你自己保重吧。你们大家跟我说说啊，我老婆呢，如果唔系癫咗话咧，我点会话自己要去嗰个咩？去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还说猪也去了，过两天要同埋粉粉起来接他。这个人呐，说他去哪儿，那就是要死啊！来，你完了，说说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人知道自己要死呢？就是就系啦，谁都不想死，想死都想好好想活着，做人哪有人高高兴兴的去死啊？死了不是更好吗？可以找个新生嘛？哎，老曹呀，我看你老婆是被鬼吓傻了，要不来了，就是三年没有念佛，给憋坏了。哇，说见鬼鬼有气哦，说念佛了。我不让你那个念呢，他在心里边念。哎，还有重要啊，在杀猪就想不念嘛？怎么说啊？这事儿是真是真是假？这三年之后就知道了。妈呀！到时候我真是死是死，不就一清二楚了？哎呀哎呀！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去凑个热闹，查个究竟也好啊。对，到他那个地方去，到时候看他老婆是怎么上去的。对呀。
年轻啊，你干嘛呢？你啊，一大清早起来就人家梳头打扮的啊，还中环的，还嫌人家擦香粉儿，弄得我都不能睡觉了。你真是。好了好了，时候不早了，该该起来了。莲香，莲香，奇怪了，今天屋子里怎么有香味呢？又不是香水味，也不是胭脂味。哎呀，阿姨啦，今天不是第三天吗？老伯今日走噶，难道是真的？我这世人都从来没将你的话当真。老伯今日不妨信你一次，我就要睇下你系点样翻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去。老蔡，怎么样？你老婆怎么样了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了？啊，第三天了，没动静啊？啊，点着啊？我们哎，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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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出来了！你看看啊，没有什么事情。出来了，你看看，你看，干嘛呢？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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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过来看看，过来看看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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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蔡大总不菩萨我以前太不应该了教唆你丈夫破坏你修佛呀你大人大德这不要怪我呀我错了我太怪你的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啊这个呀哎呀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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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蔡对于眼前活生生的突如其来的事实令他不知所措呀在那一瞬间美德的伟大与真实存在好像都是一样的光线射入他的内心射入他的内心射入他的内心完全照现出他的罪恶杀生灵，为人修行，谤佛无尊等等。从此以后，老蔡就变成了念佛之人啦。师父，这个故事真系好感人啊！我一定毫无保留咁将今日所听到嘅呢一套《封城法餐》送俾同修同埋念佛之人，一齐共享弥陀毫无保留嘅救度。极恶之人念佛必救，这就是弥陀的大慈大悲。谢谢师父。
Thank you.